就直接后踢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当我们在对打的时候，后脚就直接对着这个靶，好，就直接转身，好，就后踢。好，好，这是在我们讲后踢的动作哈。好，再看旋后回旋。我们后回旋，大家讲也是一样，右脚跟着靶是直线的，好，跨两个肩膀宽，跨过来，好，后回旋，好。现在我们对打还是一样，我们就不用再跨脚，直接转身就进来。好，我们练习这两个动作。好，好，来，继续来。